啊 ，Lydia。好多槍戰啦，同埋我會同阿 Bosco 都幾多對手戲嘅。對定咩？我哋嘅關係就係對敵咯，因為我係今次喺戲裏邊演一個大反派，咁啊好開心可以同好多唔同嘅新嘅製作單位合作，包括個戲裏邊有我爹哋，就係陳慧敏先生，慧敏哥會做我爹哋。係啊，我未同佢，即係我認識咗佢好耐，但係我未同佢做過。在電影裏面做過對手戲，今次第一次，我都很期待，因為我有很多場戲都會跟慧敏哥發生的，最後還有幾激烈的場面，所以都很期待，還有導演好第一次合作，加上 Bosco 我對上一次合作應該師輩都未入來 TVB 的，是啊，最美麗的第七天未選美，我最後一套跟 Bosco 合作的，即不計我們邵氏的飛虎在 TVB 的，就是最美的第七天，已經是講了十幾年前。咁 Laughing 就唔使講添啦 ，Laughing 我最後一次同佢合作又係就係 Laughing， 佢兩個而家發曬達啦，走咗之後。咁所以今日嚇、今次好開心啦，即係可以同呢兩兄弟即係再合作，因為真係我哋識咗好耐啦，識於微時。咁今次有咁嘅機會，都多謝樂小姐俾一個咁嘅機會，我哋可以一齊玩一套咯，又可以。你咧？我咧呢條線其實好得意啊！真係做開嗰樣嘢就係做嗰樣嘢。我呢排未拍緊中醫劇，我而家今次呢套電影我都係一個醫生，西醫啊，西醫。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即是一個專醫黃宗澤的科。因為呢其實整套電影呢我那條線就沒有他們那麼辛苦要打啦，是比較凄美浪漫一點的，就是我和阿波兩個互相保護大家，真是肉體上的父老的心，不是肉體上的保護，就是我醫生嘛，那種保護咯，他有些不舒服啊，或者什麼頭暈生氣你當我都會幫他這樣咯，是啊，好像好似個感覺係向呢個方向啊，嗬！即係啲頭髮長翻啲啊，跟住見到即係好樸素，做翻女仔少少，咁我都覺得開心嘅，即係可以腎上腺唔使咁高啦，因為做嗰啲粗魯角色，我自己都要將自己嗰啲即係腎上腺去到好高先粗魯起來，即係我而家就可以啊，好舒服，好温柔咁樣。我明下架跑車喎。我沒有啊，我拎啊，唔使。唔緊要啊，得噶啦 ，OK 噶。OK， 冇啊，其實佢唔喺香港嘛，咁佢又有時架車會俾阿經理人攤下車，有時會俾阿身邊啲朋友攤下車。咁嗰排咧就係我自己架車擺咗入車房，咁我就話：，橫掂你啲車，你架車都係輪流俾人幫你攤車噶啦，借架車嚟我幫你攤啦，因為我咁啱架車就擺咗入車房，就係咁啫嘛。一啲報道話以輪主人就係你。報道梗係咁講啦。純粹就是他車團隊的其中一個，咁他拍得著啦，啊依個幾好喎，咁快嘅你轉數，架車他車，拍得著，咁你咧？因為始終擺得太耐都唔係幾好嘅，因為架車咧，好多人都係他車，架車係會冇電嘅，我得，我知道，我啱啱先知道，因為我真係啱啱先知道，因為依幾日我真係忙到不得了，因為阿仔又要翻學，跟住今日開始咧又要幫佢報 K 温，依幾日淨係我屋企同老婆睇嗰啲資料，睇到我哋兩個頭都暈埋，所以佢哋啱啱問我時候，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，咁啊都係咁啦，即係天下間所有人嚇揾到幸福嘅都應該係開心嘅事嚟嘅，咁啊師傅我都希望你快啲揾到你嘅幸福。多謝。之後即係又拎翻你哋以前嘅戀情，會唔會開心啊？我唔覺得咯，因為而家嘅我已經係非常之開心，我有仔萬事足噶啦，已經，所以其他新聞對我嚟講都唔重要咯，係咪？都要過去嘅事。太太從來都唔會，係啊。咁咪都係個人嘅歷史，都冇乜所謂。咁每個人都有佢過去噶啦，每個人都有佢嘅歷史噶啦，你唔可以改變到個歷史啊嘛，你只可以係改變你嘅將來，令到你自己人生過得更好咪得咯，開心咪得咯，係啊。